TB Link Mini Pro 少数能够录影的机器，不好意思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我原本只有大拇哥可以用，没想到行动给他也照样能用。那录的不要不要的，记得几个关键字 FATEX 256K， 那么去 EXFAT256KB， 然后去把它做 format 好了之后捅进去之后，那两个录法来。第一个录法在这边，用这个场景键按下去按录影。Oh my god， 他录了，不好意思，录影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支援 4K 的，他下面四录可以4096/2160四录都可以4096/2160，你可以选择隔放自由使用都可以。再来 ，recall 自由 recall 可以录31786分钟。妈录到天荒地老了，我的妈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好，录影这是第一个录法。好，停止录影，这个是去背。好，支援 4K 可录影 RGB Link Mini Pro 录制，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呢，好，停止，好，已停止。首先到配置去，我们先选择可录音，把录音同步录进去，画质当然是选最高的啊，你都跟他客气什么？录三万多分钟，你要录到民国几年？这辈子还录不到三万多分钟呢，所以不要客气，就给他高的。磁盘信息，已使用 0.05G， 还可以用 931G， 可以录31786分钟。Oh my god， 我告诉你哈，他录出来画质还挺不赖的。那升级啊，目前是不需要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录影。录影之后呢，我们回到工作区 ，Marty View， 各位观众，左上角随时告诉你他正在录影当中。当然了，画质好不好啊，不是我说了算啊，不是我说了算。这台是 Cam 几呢 ？Cam One，阳明的，这台是阳明的哈，看它的倍率，各位观众，现在买 PTZ 送控盘，狠不狠？再送30米线啊，让你在这里可以控，这里可以控，这里控盘也可以控。送控盘，送30米线，买我们的 PTD， 看到这个影片的就有送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打仗了，不赶快送一送吗？这跟打仗没关啦，就是希望能够无灾无难哈、哦，乌俄赶快停止战争，这才是人类的福气。我们哀悼乌克兰的民众，希望他们哈、哦、顺顺利利，赶快脱离这个战争的纷扰。真的看的心情很沉重。但是我们日子还是得过。好，我们就是 one preset， 2 preset， 可以做到保证对焦 one call， 那个对焦速度之快哈、哦，我没有说摄影师假什么，我不会讲这种话，那是你们说的。摄影师可以当导播，好，摄影师就不用去假什么了，我们就去当导播。这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叫做技能提升跟技能多元，你才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当中生存下来。如果你不听 boss 的话，那可能你就真的会在这个影音市场中被淘汰。直播的领域当中很重要的一点，多元的技能是必备的条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